俄羅斯成功喺潛艇上試射高超音速巡航導彈，相信係全球首次成功由潛艇試射呢一類導彈。俄羅斯國防部發放片段，話北德文斯克號核動力潛艇喺巴倫支海試射高超音速導彈，成功擊中預定目標。俄軍過去已經喺水面、艦艇試射導彈，呢一次係首次測試潛艇發射。 導彈射程過千公里，飛行速度達到9倍音速，預計出年交付海軍使用。